刚少奇跟伟恩在说你有一个同学怎么样，很孤僻，对不对？其实就很像我们今天故事里面这个小男孩。来，我们来看看录音。好，我们烤好的蛋糕就是这样。然后我们先要加冰淇淋，你们的最爱，对不对？冰淇淋来了，吃了冰淇淋就加了冰淇淋，吃起来就不会那么苦。今天干嘛都要他们塞奶嘴在嘴巴上？对啊，好想，为什么？因为今天呢，我们要玩一个很好玩的游戏——烤箱读书会，聪明有智慧，等你来玩。